我想把这个岛买下来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是怕花钱吧？啊！我中华。啊啊！我想念祖国。那就是来海边体验。后海不是海，你要知道家在哪里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我是一个，给你一个大叉子。正片来了。现在带儿子来体验一个板球课，这是我们非常帅的。Where are you from? From South Africa. 预备。Let's get started.哎，真的挺重的这个。教练向潮哥发起挑战，现在正在紧急培训。哎，王文爱。中国队。Lady Go！ 哎呀，没事，没事。Make sure。Very nice to meet you. It's amazing. 感觉怎么样？哎，你会翻了吗？不太会。很开心，运动真的很开心。准备回酒店了。哎呀！艾米丽，后面有没有帅哥？搞错了，再来。准备吃晚饭了。女明星在穿着晚礼服，给孩子弄饭。男明星在展示他的肌肉。终于可以解放了，顺便给他们带了两个 iPad。我们现在在吃中餐。我咱马上要回去了。不想走。我想。那你回去。我想回到我大北京，回到我的帝都大北京。现在带宝宝去游泳啦。游泳。妹妹可怜大姐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奥特曼，妈妈，现在要带儿子去参加皇家马拉松。爸爸给你把 C 罗请过来。少年足球训练营，有 C 罗一个。So come on, we are going to start.加油，丹尼，加油！没关系，左脚画圈，右脚踢，左手比六，右手七。It's okay, it's okay. Well, well. It's nice, it's nice. Perfect. Come on. Well, let me with your head up. No.我们训练结束了，现在去日落巡航，看日落，还看海豚，还看鲸鱼，还看鳄鱼，还看鲨鱼，鲨鱼，鲨鱼。明天我们要回国了。今天是在马尔代夫的最后一个晚餐，老公悄悄跟酒店安排的。
这时候这两个应该退退退退退退。今天的晚霞真的是我们这几天来马尔代夫最美的一个晚霞，也好开心，又想回去。我想回北京。这是宝宝们的牛肉，绝美。后面有后面有帅哥，你脚在这儿，丹妮后面有个美女，看一个。我没有过，刚送我吧，甜甜。马上到机场了，三个宝贝都睡着了，回去要饭圈了，要赚钱再回来度假了，拜拜。